董院的学完了没？学完了，学完了就好。黄书豪学完了吗？没有，还没。干嘛这样？不能歧视人家。谁说我们歧视别人？你怎么现在怎么老瞎带节奏呢？你这个人。啊！我打你无数次了，我今天都打烦了，有点。躺下，躺下，躺下。自己去躺下。放下，放下。现在四打一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。放下。Hello， 这我一个一个惨。哎，补凡，你们怎么被我帅晕了？他们都被我帅晕了，还是你们看到我你们就这样啊？好伤心，我好尴尬啊！我好尴尬，我要出去了。补凡，你想不想想不想尝一下那个胖子的拳头？啊！对对就这个样，我就把视线往这边移。沈清，就我一个，他们都在那边呢。我吓到了，我以为补凡，我想那完了，我想我怎么，什么意思啊？又走开，哎呀！小伙伴们都立即齐了，好。爱奇艺，悦享品质。